我已经骑着我的白龙马从中国出发来到欧洲大陆了。拿雅马哈 MX 来跑国际长途，我做了哪些改装呢？整车的改装视频和清单终于有空发出来了哈。请主治医生来说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改装方案。首先我们要解决主副油箱之间的一个安装还有连续的问题啊，因为它是在车架的最中心，所以说我们先解决它。然后完了之后呢，第二步射灯跟那个行车记录仪还有那个加热手把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同时进行的，只是关于电路嘛，最后回到电瓶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做完这些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解决把风挡改好还有那个支架等等的问题。今天主要大概分这三步吧。OK， 辛苦了，开干了。第一，换了伟杰的10升加大主油箱，这个是原厂的 7.1 升的主油箱，然后已经把它拆下来了，现在准备要换上这个10升的油箱。第二，座筒里面安装了一个6升的副油箱，木马制的。第三，行车记录仪，选的是梅赛斯通的 Q3， 这是它的遥控和显示屏，这是前面的摄像头，这是后摄像头。我主要是用它前后录像、GPS 轨迹、电瓶电压显示和胎压监测这几个功能。你现在布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线哈？就是 GPS 的话呢，放这里除了影壁之外呢，就是它这边有通道的地方非常之多，它的信号比较好散。有些人把 GPS 放到这的话呢，经常就信号就不好了。信号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呢？它会不断的往外射信号，然后呢就比较耗电，耗电是的，所以说其实安装备很重要的。有一个监测胎压的，对，胎压报警是这样的声音啊，现在26度。第四，加装了射灯，装了射灯，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。还好，那是我报的。射灯我装的是凯威格的 K10。加了射灯和行车记录仪，这是开射灯爆闪，近光是黄色，远光是白色。摩托车的加热手把我也准备了一套，本来也打算要装的，但是综合考虑了一下，这个加热手把暂时这次先不加了，因为加热手把它比较耗电，如果我要加装的话就要加大那个什么电池线圈。然后这次考虑到出去的话是夏天为主，可能还是会有冷一下，那我带一部那个加热手把就可以了，用到的概率可能不是那么高，就暂时不装了。忙了一整天，终于把两个油箱给装好了，然后把行车记录仪和射灯的线都布好了，现在可以把挖一壳盖上了，感觉这个好好玩的。因为长途摩旅要加装风挡，然后就把原车的这个前脸换掉了，换成了伟杰他们家这个风挡和前脸一体式的。这个风挡玻璃我也是准备了两块，这个是33厘米高的高度，就是我坐上来的话是到平齐的地方，现在换上的这个是39厘米的高度，大概到我脖子。我建议是这一块，对象飞过来的碎石，而且呢这个会比较高，然后的话呢可以照顾好等一会要装的这个扩展支架上面的电子设备。这个横杆支架也是跟风挡前脸一体式的，上面可以装一些，像这个是记录仪的仪表盘，然后手机支架、运动相机支架等等。后视镜呢也换了一对加大的前置的后视镜，我准备了两个坐垫来试一下看，一个是淘宝上面买的这个400多块钱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品牌哈，就是据说可以降低6厘米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多人推荐的印尼版，就是伟杰的印尼版，这个说是比较舒服一些啊。如果能够真的降低6厘米的话，我就保这个。感觉装上去之后，好像跟原来的差别也不大。把小脚劈。真的是都是这样的脚尖，都是这样只能垫脚尖。哎呀，小蓝可的忧伤啊！试了一下，这个确实没有明显降低的感觉，还是把它退了吧。
所以我还是保留了这个伟捷的印尼升级版700多的这个坐垫。本来坐垫是我一直在纠结犹豫要不要换的，但是想想啊，这个车后面大半年就是我的移动之家，这个坐垫就相当于我的沙发和我的床，是我待的最久的地方。然后坐了一下这款坐垫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哎，想想还是换了吧。但是把这个尾架装上去了。这个是铝合金吧？对，装了一个要装尾箱和放行李必须要用的车尾支架，这是铝合金的，说是可以加硬加轻版的，也是尾结的。好，可以装了一个夏德39升的尾箱，加一个白色的彩盖，来配这个白车。手机支架装的是凯威格的。前后轮胎都换了米其林的，在车的前面两侧加装了这个腿挡风，装了一个小挂钩。现在我们装个小挂钩，但是呢，由于有护腿板，然后护腿板与原车的塑料件之间呢是有一定的缝隙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加个尼龙垫片，尼龙的，这样子会预防到热胀冷缩，还有硬逼迫。那么硬逼迫的话呢，就容易互相毁裂。试一下这射灯，调一下它的那个铺路的宽窄度，终于完工了。一通操作结束，除了风挡和尾箱明显一点，其他没什么变化哈。座筒里面我还加了一个座筒垫，然后这个座筒垫卡这个副油箱刚刚好。防水包呢，我用的是复合乐斯的一组套包，下面这个50升的装的是我的露营装备，上面这个30升的装的是我比如住店要用的一些常用的物品啊。它们是一个上下一个组合捆在一起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车的前面还加装了一个踏板弯梁车特别好用的一个三角包，也叫油箱包哈。车子有魔术贴还有扣子可以固定的，其实卡在这里其实已经很紧了，我稍微扣一下那个扣子就可以了。对 MX 的改装，我之前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先了解这个新车，根据我的实际需求决定改装什么，再问了很多有经验的摩友师傅啊，或者刷视频看测评，来确定每个改装件选什么品牌什么型号。因为我本身对摩托车不熟啊，又没有什么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都是自己摸索，又要赶出国的时间，所以很辛苦。改装的清单列在这里了，有需要参考的可以暂停截图。这条视频发出来之后，肯定又有很多人说，哎，不知道又收了多少广告费了。实话实说，我这个账号到现在2年多，20多万粉丝，陆陆续续就接过7条付费广告，每条广告费在1000多到3-4千呢、啊。这是我目前为止广告的全部收入了。在我发过为数不多的广告里面，大部分是带货视频，有销量才有佣金啊。有少数是商家给样品用的，我们拍视频来置换。这条改装的视频呢，也没有任何广告的收入，有些是商家给我赞助的产品，有些是商家给我赞助的产品，基本都是我自己主动找的。我是确定好要用的品后，自己想方设法去联系到商家，问他们要产品的，因为我本来也要用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而且我必须尽量保证我选的品质量可靠、耐造，经得起几万公里的颠簸。不可能说别人给我点钱，我不管质量怎么样我都用，万一坏在路上，万一坏在半路上，我得多麻烦呢。我也希望后面能接点广告，毕竟这一趟摩旅亚欧开销太大了，这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啊。